当然还有我们的青年艺人，我们的奥斯卡，欢迎。好，我们的六位先拍照，我们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香槟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个时刻。好。我就像刚才李友说的，大家呢待会儿呢就一会儿的时间，大家就可以参观我们整个的图书馆啊，包括说呢可以到二楼，二楼其实有很多沉浸式的体验，包括户外呢大家可以喝一杯香槟，看看海景，非常的享受。好，那来，哎，六位我们一起举杯一下，我们把所有的我们的兴奋，我们的激动，接下来我们的摄影师一起拍照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的镜头。好，我们待会儿我们的背景有两个，一个是我们 Swallow 的，哎，这是我们的一个超级品牌日，哎，一个背景，我们一起合照一下。好，那再次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，还有 Swallow 的好朋友们今天晚上的一个全程的陪伴，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好好的 enjoy Swallow 的白日梦境，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那我们也请出，再次请出我们这个天猫的高层，请出我们的荔枝静一来，哎，还有我们。